ナホ発動。熊之境流速。カードセット。我等他那个调香还有通灵出来的时候，我再用狡猾狡猾他们。然后那个盖亚本家的效果留着，如果狡猾不掉，他又出的话，就用来坑 SC。他会把调香弄回去，他是要换通灵下来吗？然后通灵的效果会再抓一只神鹰上来，跟他协调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开狡猾。来来来来来。这个时间就是狡猾的时间点，这只这样子就没有办法让它调。它如果还是调得出来的话，我再开盖亚的效果弄它。分段，バトルだ。よし、モンスターでダイレクトアタック。ターンエンド。当对手攻宣的时候，那我这个2600其实浪费了，因为这个可以，这个战机的时候可能开。今天主要只剩下一张卡，
最后硬卡。他还一张卡。他要拿魔法卡吧？他要拿那个万华镜吗？没有，他拿通灵。他下回合还会继续展开剧情。休憩。张卡很贱，疯狂拿卡，贱爆了。有时候对面的后台如果只有一张的话，就不要清了，就直接进站街就好了。